李嘉欣带儿子看赛马，12岁许建彤打扮成熟，挺啤酒肚走路气场足。近日，有媒体曝光一组李嘉欣、许晋亨一家三口的近照，12岁的许建彤模样大变。照片中，李嘉欣身穿灰色西服，内搭黑色长裙，一头长发披肩，拿着名牌包。已经52岁的他，身材纤细，一双美腿十分强劲。许晋亨穿着西服，系着领带，整个人显得十分精神。不过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了儿子许建彤身上。当天他穿着深蓝色小西装，内搭粉色衬衣，下身穿着棕色西裤，脚踩一双皮鞋，看上去相当成熟。很多人都说许建彤没有遗传到爸妈的好基因。李嘉欣早年是香港第一美女，父亲许晋亨长相也不差，搞不明白为何许建彤既不像爸也不像妈。看到许建彤的近照后，有网友直言12岁就有了啤酒肚，以后少走很多弯路。底下则有人表示，他投胎到这个家本来就无需走路。